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大连海事大学船慕课课堂。今天我们讲第四讲船和教育学，下面请大家随江老师到大连海事大学去看船，去看海。Hello guys, this is Jiang Xin presenting at the Dalian Port. Training ship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both maritim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example,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has many ships for training purposes. Toda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ne of the training ships to you called MV Yukun.MV Yukun is a training ship independently designed and built by Chinese engineers. MV stands for Motor Vessel, which is a ship propelled by an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usually a diesel engine. Yu literally means to educate. Kun comes from the famous traditional philosopher Zhuang Zi's work called Free and Easy Wandering, written 2,000 years ago. It says, in the dark sea of the north, there is a fish named Kun. Kun is so huge that no one knows how many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long he is. Although it is known that MV Yukun is a large vessel with a length of 160 meters, a width of 80 meters, and a molded depth of 8.35 meters, the talents who have studied on this training ship are innumerable. Now, let us take a close look at this vessel. Follow me. Welcome on board.Now, please join me and watch the following video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and its ships.海洋为我们打开全新世界，巨浪推动前行，潮涌蕴含力量和改变。人类从面向大海开始，实现跨越，开创未来。
辽东半岛渤海湾畔，在晨曦映照下，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高等学府大连海事大学又开启了新的一天。作为中国最早的高等航海教育学府，大连海事大学已走过了100多个春秋，其前身可追溯到1909年，晚清设立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至此揭开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历史篇章。摇篮大连海事大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高等航海教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教育部决定，将上海航务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整建制迁往大连，与东北航海学院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实为我国唯一的高等航海学府。1960年，大连海运学院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94年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学校由原来的大连海运学院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学校经过百年的历史积淀，已形成严谨的治学理念，鲜明的办学特色，开阔的国际视野，有的专业已达到亚太领先、全球不落后的水准，这些都构成了百年海大的基因延续。践行学会百川、德济四海的校训，传承坚定、严谨、勤奋、开拓的海大精神，聚焦海事特色，服务国家战略，争创世界一流，始终是学校前行的使命与责任。2009年6月6日，大连海事大学又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起航，坚持特色，对标一流。如今的大连海事大学已形成多学科协调发展、专业结构优化的体系格局，构建起具有鲜明航运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教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海大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具有教授职务的高级远洋船长、轮机长为代表的优秀拔尖人才，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对于海大来说，每培养一个人才，就是为国家航海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从这里走出的每一个人才，都是国家航海事业的栋梁，他们肩负着建设海洋强国的重任。海事大学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机制，创造出最好的研发平台，一批批标志性科研成果相继在这里诞生，一个个行业重点实验室在这里创立，一个真正属于航运人才的学科殿堂正在不断地呈现精彩。学校在传播通信导航技术方面走在了国际前沿，发挥了技术引领作用，培养了大批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海事技术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走出去，请进来。学校先后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1所著名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2007年，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航海工程学院建立了大连海事大学海外校区，打造出航海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战略布局，开创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输出的先河。大连海事大学特色教育与实践创新双轨并行，成为航运专业人才的摇篮。特色鲜明的办军事管理，培养了学生优良的品格。临风远航队曾先后12次驾驶无动力艇横渡黄海、渤海，锻炼了学生坚毅果敢、勇于拼搏的意志品质。通过实践平台与专业基地建设，培养了学生勇于创新、科学航海的作风。对于学生培养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实践动手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努力为学生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丰富自己，使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全校现有大学生科技创新协会、大学生艺术实践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各类学生社团200余个，会员超过1万人。海大学子用创新奋斗谱写青春。万里海城，玉昆城鹏，专用教学实习船玉昆仑和载货教学实习船玉鹏仑的相继投入使用，实现了海大人建设远洋实习船队的追求，为高素质航运人才培养保驾护航。学有所长，学以致用。从海大走出去的无数学子，今天已成为国家航运事业的中流砥柱。他们代表着海大教育杰出的累累硕果，成为海大的光荣与骄傲。今天，在这座锻造航运人才的殿堂中，你看到渴求知识、努力奋斗的年轻人，航运科技创新开发的创造者，传道授业助推成长的领路人，百年海大，岁月留痕，莘莘学子皆成栋梁。继往开来，海洋对于我们仍然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仍然有新的目标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追求。承载着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时代使命，寄望于民族航海之梦的伟大振兴，大连海事大学追逐着世界一流海事大学的梦想，乘风破浪，扬帆领航。